各位亲爱的投资者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趋势百分百，我是罗源投顾王信杰。我想虽然昨天晚上美国股市是一个反弹大涨的一个格局，但是台股今天早盘开高之后，因为碰到所谓的月线反压，那整个碰到月线反压之后，今天很明显的在电子股的一个短线碰到压力区的一个反弹结束的一个拖累之下，大盘指数今天是开高震荡走低，最后以大跌的192点收在15963点这附近。好，那当整个大盘加权指数今天碰到月线的反压，开高走低，大跌192点之后，接下来行情该如何判断？我想我应该，如果你只要是信杰老师的一个忠实观众，都很清楚知道，其实从上个礼拜台股反弹碰到月线反压的时候，我天天告诉你，碰到月线反压，拉回的震荡整理，那这里会不会反弹完再暴跌一波下去？或许说在整个前两天大盘指数是小红小黑，或者你还不会觉得担心害怕电子股涨多会再拉回整理，那但是看到今天这根长黑，我想你就很清楚知道为什么当整个上个礼拜电子股大部分电子股反弹大涨到这个月线或季线上下附近，很多人在开始看多，在家带着你追逐所谓的电子股的时候，你很清楚知道我在上个礼拜51块以上我把整个联电全部获利出清，那你看我在51块把联电获利出清，虽然联电回档的幅度没那么深，但是至少今天联电也剩下49块多。那我当整个上个礼拜我在整个公开告诉你51块以上把联电获利出清的时候，我是不是就已经善意提醒大家的，来到月线上下附近的大盘加权指数，以及很多电子股这一波反弹到月线或反弹到季线附近，你要提防短线的反弹结束之后一定会再下探底大跌动作。那或许我在上礼拜这样跟你讲，你没有看到今天这一根 大跌192点的中长黑下来，或许我在上礼拜再跟你讲很多电子股你不要再去做追高短线过度追高的动作，你应该是拉高碰到压力逢高卖之后下来，你才有钱在低档再把它接回来，高出低进做价差来降低你的持股成本。你在过去这几个月套牢电子股，你才有机会越来越降低，你才有机会赶快解套获利。那我在过去上礼拜讲这些话，很多投资者都不以为然，半信半疑。但是我相信今天的这根长黑下来，如果你上礼拜有听我建议卖电子股的，我想今天下来，你不管多或少，到至少70%-80%的电子股，你应该至少都有价差的吧？这就是你有没有把信杰老师的话听下去？也许我讲的不是在当天马上发生，但是你会发觉我跟你讲的东西，日后10次8次9次，不敢说是100%，但是10次里面至少有8次9次都会得到验证。好，那当整个今天大跌的192点。会不会反弹完再暴跌一波下去，还是下来探底打底而已，准备酝酿下一波，过几天之后再准备酝酿下一波的反弹，我想待会我们在节目中再做探讨。第二个行业的股部分，昨天大涨今天小兵，这是一日行情吗？还是另一波的一个起涨点？他说如果是另一波的起涨点，怎么今天没有继续大涨上去？所以回过来，这个就是我常在讲，你手上如果有行业类股的人，你一定要来找我，避免你过度追高杀低而亏钱。那如果你空手的人，你每次看到，不管你说看到电子股大涨，你上礼拜就有兴趣，就受不了盘面的诱惑想去追电子股，昨天你又发觉航运股大涨上来，你看昨天有多少的同业跑来航运股挣航运股的热度，昨天航运股大涨上来，你又发觉昨天所有的报章杂志，今天早上你看到的一个报纸的新闻都在跟你谈航运股好的，上礼拜航运股跌，怎么所有报章名杂志，所有的报章名媒体杂志，所有的专家，所有所谓的网络达人们，怎么上礼拜每一个都在落井下石打落水狗，都在骂航运，都在叫你卖航运股追电子，结果昨天航运股大涨的，你看所有多少专家昨天跑来挣航运股的热度。昨天多少报章媒体杂志，昨天多少网络达人叫你买航运股，那你看到昨天航运股大涨的，然后你看到昨天晚上美国股市又大涨，对，昨天的一个欧美的航运类股，包括在以色列的以新航运，在美国挂牌的以新航运昨天大涨，看到今天早盘台股开盘之前，日本跟韩国的航运股大涨，
你又以为航运股今天要继续飙的时候，甚至你可能再加一个了，看到昨天啊、哦、法人三大法人又反手大买航运类股，没错吧？昨天你看三大法人联手买超的前几名，一定有长荣、阳明、万海嘛。好啊，上礼拜看到法人卖航运股，你怕，你跟着杀低，结果昨天大涨上来，你看到航运类股，对不对？昨天三大法人大买航运类股，你以为航运类股今天要继续飙的，早上开高又跳下去追，然后又被人家开高走低杀尾盘，又杀在今天相对低档。很多人看到航运类股昨天大涨的，想说，那我昨天不管有没有冲到，我今天再来一个当日冲。结果你今天跳下去追航运的，不管你是得日冲、当日冲的，都被人家杀尾盘下去。好，所以为什么说，不管你手上有航运类股的，或者你对航运股操作有兴趣的人，你为什么一定要找信杰老师我？好，或者你最起码你要加入信杰老师 FB 股市群会，或者加入我的 Telegram。哦、或者 Diet 成我的粉丝好友们、哦、原因留在哪边？你看我在今天早盘刚开盘九点出头，我就告诉信杰老师所有的会员、哦、航运类股你今天不要乱追，今天一定会洗盘，一定会洗当日冲的，今天航运类股一定会洗那些短线客。那我在今天的、哦、粉丝团的盘中讯息有没有告诉你，我们的家族成员今天没有追航运，今天航运股误追，所以你看到今天航运的股类股开高走低，几乎收在今天相对低档，虽然是相对大盘指数抗跌，毕竟大盘指数跌了192点，但是长荣、阳明、万海、哦、都是下跌2块钱左右。你至少如果你是信杰老师的会员，如果至少你是信杰老师粉丝团好友们，你今天绝对不会做一件傻事，那就是早盘看到长荣、阳明、万海涨的时候去追，然后尾盘下来至少先被短套再说。所以如果你今天跳下去买航运类股被短套的投资朋友们，我只能坦白的讲、哦啊、你也不要生气，我只能坦白的讲，只因为你不是我的会员、哦、如果你今天跳下去追航运买航运类股被短套的人，只因为你不是我的会员，只因为你不是我的粉丝团好友们，否则你今天一定很清楚的知道今天开高绝对不能追航运。好，那你说今天的航运股的开高走低、哦、拉回量缩震荡整理，它是反弹结束要继续盘跌走空下去的，还是另一波的起涨点？会不会这边稍微震荡整理个几天之后再往上攻、哦、待会想在节目当中再给你做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分享动作。毕竟 我相信你只要是信杰老师的长期忠实观众都很清楚知道，其实过去这半年多来、哦、全市场所有专家唯一只有我能够带你在航运类股操作100%胜率的人，好的专家就只有信杰老师做得到。而且你也知道，过去这半年多来，我可不是昨天大航运股大涨才跟讲叫你追航运，航运股大跌的时候就告诉你要卖航运股。我想过去这半年多来，你很清楚知道我怎么带着我的家族成员，我怎么带着我的粉丝团好友们波段搭配短线价差操作，目前早就是零成本。好，大涨的时候你从来不会看到我在追航运，我大涨我要么就是持股获利续报、哦、大涨航运股大当天大涨，要么就是做一些逢高获利调节的动作。对，但是你看我每一次的航运类股我都是利用大跌，利用收黑，甚至扎到跌停板你恐慌害怕不敢买的时候，你在上礼拜含泪恐慌害怕停损航运股的时候，每每在短线的低档，每每在波段的相对低档，你很清楚知道我都是带着信杰老师的家族成员以及我的粉丝团好友们买进。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过去这半年多来可以到目前为止仍然可以保持100%的胜率，阳明26趟全胜，长荣25趟的一个价差全胜，我相信你都很清楚知道。当然如果说待会因为有时候节目的关系、哦、不管在针对航运或者大盘加权指数看法，万一如果讲的还不够清楚的，而你想更进一步了解的投资朋友们，你都可以来登记报名、哦、看这个520的一个线上讲座、哦、那这个是有时效性的，搞不好这一两天随时就是、哦、就会做个截止的动作、哦、所以如果你在这一两天你还没来看信杰老师的一个520线上讲座的投资朋友们、哦、你都可以今天还是可以来打电话进来、哦、做个、哦、跟我们线上人做个登记报名动作，或者你可以透过你手机的一个、哦、你的手机的 QR code、哦、利用 QR code 来登记报名、哦、
啊，这个520的一个线上讲座。好，那回过来谈到整个大盘加权指数，我想过去的我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的。好，你自己很清楚知道，我不是死空头，但我更不是死多头。好，我是都是在整个领先市场，每一天哦，几乎经常在跟你公开预告。好，接下来台股可能的多空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好，长期下来到目前为止市场上的少数赢家，这个你都很清楚知道。是在整个五月中旬，台股大跌，长黑破底的时候。你在恐慌害怕，我告诉你，短线要反弹的。好，等到短线反弹上来的时候，是碰到月线。你看到短线连涨四天，大盘指数涨了600多点，真的是俗话说得好，股市连涨三天啊，散户不请自来啊，不请自来呀。股票连喷四天，明明够看到碰到月线压的，你才在月线压这边开始乐观，你才在看到最近这几天，外资在台指期的空单已经由空翻多的。从之前的净空单转为净多单，然后又搭配看到这两天美国股市反弹大涨上来，你又让你开始失去所谓的风险意识，你又开始低档不仅不敢买，低档不仅不敢买，对不对？你看低档不仅不敢买，你还会把股票恐慌害怕含泪停损在低档，好，五月中旬把股票停损在相对低档，然后等到上个礼拜。连续炸涨四天，再把股票追回来，杀低之后再追高，却是追在短线的月线的压力区。可是来到月线上下附近，我相信我在过去这几天，我都很客观、很坦白的，没有做任何改变。我不会因为美国股市大跌，我就看得很悲观。我也没有因为昨天晚上美国股市大涨，我又跟你讲得很乐观。哦，这个要直接突破月线。要直接站上月线，要往上攻季线了吧？我想我对整个大盘指数的看法，你相信你只不管你是信角色家族成员也好，或者你只要是我的粉丝团好友们，都很清楚知道，我还是今天很明确告诉你，月线上下附近还是短压，所以哈、哦，而且在上礼拜就跟你预告了，月线之下至少要打底整理个几天，所以到今天为止，大盘指数碰到月线压，开高又碰到月线压，最后开高走低。大跌192点，几乎收在今年相对低档的时候，我相信，其实你只要是信杰老师的家族成员，你只要是信杰老师的一个忠实观众们，你看到台股今天的一个开高走低杀长黑，你一点都不用感到，你一点都不会感到意外，因为都早就在我们事先的一个规划预期当中的。对，碰到月线，这里就是要探底打底，来碰到月线反压，一定还要再探底打底个几天。好，那至于说这边碰到月线反压，大概要整理到什么时间点，下一次才有机会再往上做一个另一波的一个比较像样的一个反弹。这个时间点，新角色会员，这个时间点，哦，新角色会员，以及如果你来看这一次，520的一个线上讲座，我相信你都可以很清楚知道，哦，这一次碰到月线这边下来会探底打底几天，好、哦。新角色会员以及我在整个这一场的线上讲座里面都讲得很清楚，这里我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你有兴趣的你自己来看这一场的一个线上讲座、哦、也许在整个今天这根长黑之前你不以为难，但是这根长黑下来代表你最近这两三四天以来，你只要不管在指数上面透过它财富，你看到外资翻多、哦、期货翻多，你去做多的追高做多的，这根长黑你多单被套牢的，对，这根长黑下来，你在整个上个礼拜，或者到昨天为止，你还在过度的去追高抢电子股反弹的，我相信今天这根长黑，很多电子股你被套牢的，甚至很多的一些知名的电子股股价几乎都破，几乎都是已经接近破底一个地步的，哦，指数都还没有跌破15616点，你看很多电子股都即将破底了。哦，哪些我就不多讲的。那这边针对整个大多数的电子股，哦，我讲是大多数，我没有说全部，所以你不要拿那些少部分的例外的电子股来跟我谈。哦，我讲的是可能80-90%电子类股，你要特别注意啊、哦。有些话我善意的点到为止。许多电子股的五月营收，你还是要小心，不会很好，因为你要毕竟很清楚知道，现在电子股的隐忧，第二季隐忧在哪边？第一个，第二季本来就是电子股的传统淡季。对不对？是不是很多的电子股，大部分我们要说全部，大部分电子股一年四季里面，以
营收获利最差就是在第二季，所以现阶段本来就第二季就是电子股的传统淡季。第二个，很多电子股的产业啊，你刚刚你所知道面板还有 PC， 那你从面板 PC 衍生出去的一些很多的一些相关的零组件，或者驱动 IC 或者一些相关的一些零组件啊，都有所谓的库存调整的一个啊一个疑虑存在。好，所谓的库存调整就很清楚嘛，库存过高，终端的库存过，成品库存过高，它就会对中上游做个什么砍单的动作。所以电子股第二季是传统淡季，现在又有库存修正的疑虑，好的一个效应。第三个，你也别忘了，上海昆山的封城是到最近这几天才陆续的在怎么样，好开始在做解封。所以你当整个五月上旬，上海昆山还在封城的情况之下，然后现在五月下旬才开始陆续解封，开始恢复工的情况之下，哦，基于上述这三个理由，很多电子股的五月营收你还是稍微谨慎一下，应该可能会叫整个四月份，有些会叫四月份，那有些会叫去年同期的五月份，应该可能要提防，不排除会有个比较明显的衰退。那你要回过来想一想嘛，哦，现在可能没有人会跟你谈到电子股的五月营收，因为我相信市场上很多的之前今年以来让你满手电子股套牢的专家，哦，现在还有市场上很多的投资朋友们，你可能都还在沉醉在上礼拜的电子股的跌升反弹，没错吧？很多人还沉醉在上个礼拜的电子股的跌升反弹，对，所以你才会在上个礼拜当电子股跌升反弹的一小段之后，你又失去了所谓的风险意识。你把五月中旬以前把电子股砍在低档，五月中旬，哦，上个礼拜又再把电子股又追在短线的相对高档，或者很多人还在后悔上礼拜航运股跌，卖航运追高电子股的反弹，结果嗨呀，就算今天航运股拉回整理，至少人家昨天航运股大涨一根长红棒嘛，就算今天长荣阳明的收盘价我相信都远比上礼拜的高点还高吧，那代表是上礼拜你航运股不管你怎么卖，对不对？我就算你航运股你上礼拜没有砍到最低点，你上礼拜航运股你怎么卖，卖到你上礼拜的最高点好了，你从今天的收盘价回来看，你都是卖低的。好，从航运股今天的收盘价回过来看，你上礼拜只要任何时候你卖航运股的，你都是卖低的。那你上礼拜把航运股卖掉的，去抢电子股的反弹，因为上礼拜你都大家都知道嘛，啊，就航运股在跌，啊，电子股在反弹，所以是上礼拜很多的专家，很多的一些投资朋友，很多所谓网路达人们，报章媒体杂志都怂恿你卖航运换电子，卖航运去抢电子股的跌升反弹，就现在嗨呀，偷鸡不着你又十八米。航运砍在上礼拜的短线的低点，电子追在短线的相对高档，今天电子股送你一根中长黑。那五月营收不好，你要特别注意。那你说五月营收，现在五月份都还没结束，怎么知道五月营收不好？你别忘了啊，五月份剩一个礼拜呀，啊，哦，这个月好不好？公司大家心里有数的，上中下游都心里有数的，业内啊，电子的业内。科技股的业内，哦，电子股的上中下游，大家心里都有数的，哪些电子股可能营收会不好？你说要等到五月三十一号那一天才盖棺论定吗？不用啦，五月份出货可以出多少，大家都可以算得出来的。啊，你说等到六月份，六月初公布五月营收再知道不好吗？来不及了啦。你这几天追高的电子股，不知道被这几天，从现在五月二十四号。到六月初公布五月营收，很多电子股不知道给你杀到哪边去了。好，我不在恐吓你、吓唬你了，我是在跟你讲事实的。从今天到六月初公布五月营收，我看很多电子股不知道给你杀到哪边去了。那，啊，你不要等到六月初看到五月营收不好，你又恐慌害怕，再来吓了一跳，再来砍地板。别忘了股票都事先反应。好，有些话就点到这边了。许多电子股五月营收你要小心。所以如果你有一些电子股的，哦，特别就像我所讲的这几天反弹到压力区，你要
高出低进做价差。哦，我不是搞我没有跟你说电子股就像很多专家把航运股骂得很惨，哦，骂得狗血淋头一样。这边电子股要整理，我是善意提醒你，高出低进做价差，才能降低持股成本，赶紧解套获利。那你有电子股任何问题的，你来找我就对了。好，那所以回过头来，我个人看法还是没有改变。第二季到第三季有没有可能是今年一个相对低档？好，台股会不会今日反弹完再往下暴跌一波下去？哦，你所想、你的疑问、你想知道答案，好，我都在整个这半小时的线上讲座讲清楚。也许昨天以前你已经失去所谓的风险意识，好，或许今天这一根长黑，你又开始感到恐慌害怕的。哎呦，会不会反弹结束的？哎呦，我前几天去追高电子股，现在又套牢的怎么办？要不要杀低了？对，与其每天看着美国股市暴涨暴跌，你看最近美国不是暴涨暴跌吗？一下大涨好几百点，也可以暴跌好几百点，甚至暴跌千点。那你看到美国股市大涨，你就乐观的去追高做多。你看今天追在短线相对高档，那你上个礼拜看到美国股市暴跌，你恐慌害怕去砍股票的，你今天回过来看砍在短线相对低档。对，每天看着美国股市暴涨暴跌七上八下。或者在那边跟着美国股市追高杀低，结果搞了半天你都没赚钱，不是很可惜吗？真正的关键指标在哪边？台股接下来的最好最坏的走势，沙盘推演，详细的信息你想更进一步了解的，好，请看线上讲座就好了。特别今天大跌192点，会反弹结束要波段重挫的吗？还是台股只是下来探底打底而已？啊，如果是下来探底打底，下一次的关键转折买点，好，不管在指数上面透过大财富的多单，或者个股的一个多单，或者说电子股下一次要的关键反弹的买点，好，线上讲座这里就不多讲了。再来谈到航运股的部分，对不对？航运股的部分你也很清楚知道，我不是死多头，更不是死空头。去年你都在封航运，200多块买长荣、阳明，300多块追万海。然后下来一路很多人叫你沿路加码摊平摊平摊平，结果一路叫你摊平摊平摊平，摊到最后180几块长荣、阳明全部叫你砍光光。你看有没有我讲的对不对？很多专家去年在100块以下叫你砍掉长荣、阳明，然后当时跌到相对低档，叫你卖航运股，对不对？去追电子股、元宇宙、低轨卫星、车电股、西晶圆，你今天回看看，全部挡挡电子股，80-90%电子股都在追在波段相对高档，包含台积电、联电都一样。对，卖在100多块、100块以下的长荣、阳明，去追60几块的联电，结果联电现在跌到剩下50块以下。好，那你回过来，为什么说你有航运股的，你要来找我？好，不管你到今天的收盘价为止，你手上航运股是赚钱的。或者是之前高档套牢的人，你来找我原因理由，我相信我讲过的，过去这半年多来，我帮助的，我带了很多投资朋友们，哦，在航运股的操作，不管是在低进高出做价差，或者你高档套牢的，我带你高出低进做价差，降低持股成本。你也知道，我们到目前为止，航运股的保到目前是100%胜率。更重要、更关键的是，每一次航运股在相对低档，你都会听到市场上几乎一面倒的声音，叫做卖航运换电子，卖航运追电子。但是我也讲的，每一次你只要听到这种市场上有这种一面倒的声音，叫你砍航运卖航运换追电子股的时候，你有航运股为什么一定要来找我？你才不会砍在短线或者波段的相对高档再后悔一次。因为你也知道，你现在只要航运股的人，你只要去找任何一个专家，都一定叫你市价卖出去换电子股，好，哦，那你上礼拜也是一样，你现在回过来都会后悔。那我想时间关系，过去不多讲，有没有4次？每一次航运股回到低档，很多人叫你卖航运股的时候，我都是在低档区雪中送炭，我都是在航运股最低档的时候，全市场唯一跳出来公开跳出来，告诉你航运股不要杀低的。好，告诉你在每次在航运股的相对低档，告诉你不要卖航运去追电子股的，你到时候小心航运砍在地板，
电子股你又追在波段的相对高档，再后悔一次。好，那我想剩下一个多月嘛，会不会是至少今年上半年相对低档？还有一个多月，你等着验证啊！你不要只是验证，验证的后悔没跟到赚到钱的，很可惜；验证的后悔的航运股你砍在地板的，你更呕。哦，有航运股的，接下来怎么做？什么时候该卖？什么时候该低档买回来？你跟着我脚步来操作。空手的，你不要再自己或跟着那些网络达人们，或跟着其他专家在航运股追高杀低的。什么时候下来可以买航运？所以说吉拉大涨的时候，你要舍得在吉拉大涨的时候获利调节航运股。你空手来找我来操作航运股就对了。好，那我要想过去的我就不多讲。好，低档过年前叫你买，你看买在低档，大幅获利调节在相对高档。对，你要的不是这样做股票吗？买低卖高啊。我没讲错吧，各位投资者，你在做股票，不管你是做航运或做任何股票都一样啊，你不是希望你买在相对低档吗？然后可以获利了结在相对高档吗？但是为什么你跟着其他的专家或者你自己操作都是刚好相反，你都是追高杀低？因为你都是看到大涨的时候你才去追股票啊。啊，你每次看到大跌的时候啊，市场给你放个什么利空消息出来的时候，你又恐慌害怕，含泪停损在相对低档啊。可是你很清楚知道，我们不要谈过去，光看今年过去这段时间的，这是买低档，113，98是买低档，买低档之后有没有带你卖高档？有没有带你卖高档？有没有带你卖高档？有没有公开带你卖高档？卖完有没有在低档再买回来？你不是希望做股票就这么做吗？你不觉得这样做股票就是很轻松吗？你不觉得这样做股票是在股票上赚钱很开心很轻松，很快乐，这样子做航运股会做到赔钱吗？所以为什么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100%胜率？因为你看到的是事实啊，我们就这样在做航运股啊，对不对？是不是低档再把它买回来，中间还做了几趟价差？你看全市场谁可以做得到这一点？每一趟的航运股的买点跟卖点，几月几号买，几月几号卖，赚多少亏多少。哦，当然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亏过的，26趟的价差全胜，对，118块半的波段单还是续报，对，118块半的波段单还是续报，更不要说98块买的，那时候获利出一半而已，而且你知道这过去的这几趟的价差，你有任何怀疑的，办长荣的25趟价差全胜，办阳明的26趟价差全胜。我说你怀疑的，真的有人可以做到航运股到目前为止做到全胜吗？你可以加入我，你可以去看我的 FB 的股市群位，你去可以看我的 Diet， 你可以去欢迎你去看我的 Telegram 的过去这半年多的盘中讯息，你比一比对，你比一比对，我们在过去这半年多来怎么带着我们的家族成员，怎么带着粉丝团好友们操作航运股，买什么价位买，什么价位卖。我都跟你公开的交代的清清楚楚，不是只有这张字这个表格而已了。几月几号哪一天的粉丝团盘中讯息里面跟你公开讲，我们在过去的粉丝团里面交代的清清楚楚，我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了。好，那现在再来的上个礼拜的航运类股市又是全市场最恐慌悲观的时候，我跟你讲什么？那时候跌下来，你要相信长荣总经理讲的话，我一直强调。你不一定要相信信小师我讲的话了，当然你更不要去相信那些所谓的其他的专家，说那些网络达人、网络酸民讲的话了。如果以全台湾来讲，以台湾来讲呢、啊，最懂海的人呢、啊，一个叫做长荣的总经理谢慧泉呢、啊，对，人家在长荣海运里面干了几十年，干了一辈子呢。你不相信他，你要相信谁？连我都要相信他，连我都要参考他对航运股的看法。所以为什么在从上个礼拜航运股最恐慌最悲观的时候，说你不相信我，你要相信人家讲话。那我说了，你要的不是锦上添花，你要的是雪中送炭的。在全上礼拜航运股杀下来的时候，全市场最恐慌最悲观的时候，谁要告诉你买？你看担心法人大卖，你可以回看看，每次都砍在地板，你现在回看看是要砍地板。投信有什么了不起？外资有什么了不起？更不要说自营商了。
上礼拜三大法人砍航运，昨天全部追。啊，你上礼拜看到法人砍航运，你跟着砍地板。昨天你看到三大法人追航运，你今天跳下去嘛？你今天马上要开高走低，要被短套。看三大法人会做股票会赚钱哦，全世上没有赔穷人家的啦。我跟你讲，真的白一点呢、啊。看三大法人买卖股票会赚钱哦，全世界没有穷人的啦，真的全世界没有穷人的啦。另外一个最懂海的人是谁？一个是叫长龙，另外一个叫台华。跟着懂海的人做航运股，你觉得你赚钱的几率会不会比人家高？好，所以航运股昨天大涨上来，它是一日反弹行情，还是另外一波起涨点？基本面已经在稍微透露给你知道的，上海复工加传统旺季，如果下个月运价继续涨了，甚至搞不好这个礼拜五的五月底的运价如果继续涨呢，你觉得航运类股一日行情，昨天大涨，今天开高走低收，要继续盘跌走空下去，还是如果未来这几天的航运股的一个震荡拉回量缩，震荡整理量缩，会不会是你另外一次的短线或者波段上车的机会？所以如果你对航运类股，我讲的航运类股啊，主要就是买点跟卖点了。好，航运类股接下来该如何操作的？哦，六月到第三季，现在是五月底哦，还有没有更好的卖点？还有没有更高的卖点？如果有，你拉回要买是要卖？如果有，你要跟着杀低吗？那在什么价位、什么时候？请看今天信杰老师的线上讲座，好不好？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